臭脚骨啊，你出几几条去？对头阿伯算是五六张，五六张嘛，啊你讲较侪啊，还有跟别人合作的啦。我算新郎啊，新郎就差不多一二十张尔，一二十张啊。我靠，可能我在台湾，我不遐伟大啦。阿妈说，啊，之前含查某笑的，含咪笑的，啊，到到了，哇，过哪地啊？过哪地啊？哦，真侪个老瓜怀旧的。对，要请教一下两位啊，这么的喜欢这样的这份工作，这么热爱歌唱，但是会不会有一点说奇怪？这歌单越人玩的太侪啦。观众被挤都挤不掉，尤其是把新郎勾下去。对，所以比如说我们一直站在我们的岗位上，想好好的表现，把我们的特色跟魅力呈现给大家。是啊。有的时候，有一点就是把它讲假亏啊那种。是啊嘛。就是跟问问说，你们的歌很好，大家都晓得。对。各自发表一下，就是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到大红大紫啊，有一点会遗憾的感觉。其实我这个人吼，足乐观的。哦，你哦。反正吼，伫歌坛上吼，你若讲顺顺啊行就好啊。你不一定讲哦，一定爱爬到足高的。穿啊嘞。歹势哦，啊爬到伤高，啊落来吼，上凄惨。吃艰苦啊。顺顺啊唱。都在顺顺啊那样唱完了就好啊。自己卖的最好的一张是哪一张？你是我兄弟吧？啊，你是我的兄弟。对，黄祖文先生，对，你还把他选出来，内政部长嘛。对啊，自己还再重新翻唱过。没有，那时候他自己本身为了筹划那个锦安基金，阿公公司哦，无条件说版权不用了，一毛钱都不拿，配合他送给黄祖文唱重唱，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歌的意义太好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听他讲这个版权没收了，连我两个还佫支援呢。啊，佮几万咯！你唔知，伊来拍瓜拍个头，你拢随时都。是啊，啊，那边做爱心的创啥吼？我拢对调调来了，对啦。哇，是啊，伊拄只讲了话，你也讲，我忘了在你话那唱啊，真好唱。拄只听一条歌都不在话下，大家就知道他们很能唱。就是我还是这样讲，会不会太伤到你们自尊？不会了，因为歌坛本来都是安尼嘛。没啦，我就无自尊的嘛。伊都讲拍口讲款，无好无白晒，你啊讲啥伊拢话紧啊，不痛不痒。等人哦爱弯脚啊，我最主要是。就是讲，爱有爱玩酒啦，哦，那个知足常乐嘛，对不对？知足常乐，要满足，就爱玩酒啊，不玩了都唔好，爱玩酒较好。爱玩酒，但是观众一听就知道，他们两个的歌啊，那真是已经说是没有那个跟什么毛病是，那太挑剔了，太会唱。就算没有这毛病，那么跟什么都要登弯蛇，搞你两个是一等一的了。没有啦，其实哦，唱歌哈，咱听歌，其实歌段哈，做个唱作最包括拢个小歌嘛，讲讲。哎呦，太搞笑！真正嘞，拄则你都讲过，伊是得欠安。哎，今麦身体都无介多好钱。讲话我都主持性嘞，对，装主持你真好。讲到这阵啊，所以讲哦，伊在听啊，都在听咧唱歌时阵，你看完全拢无去发觉讲有啥物关节无同款。哎呦，我真正靠好钱。三十年前伊咧型就是这类型，三十年后同款嘛是拢无改变啊，腰上改变了，拢无腰纹哦。哎呦，哎，你看你刚才没说真话啊你，阿官这动作，阿官家都哎，你这只动作是啊啦，拢无腰纹的对，无腰纹啊，我。关拢有啊！即有拍波，咱笑吹笑，好吧，就卖笑。我安尼做感觉，哎呀，那就想办法得笑啦。安尼有想追鸡呢，这样子青蛙。对，不要。这张唱片又是你们这个两个人合作，是？对，一首歌。是合唱的，还是说里面一人负责一半，一人负责六首？这个新的专辑里面有我们个人有唱三首哦，个人的，然后有另外我们就这样两个一起也有一些合唱的歌曲，合唱的歌也不容易写的，在网上爱知道。其实合唱是最难唱的，不过我这个人很奇怪，喊下面篮球都会哈这样。哦，每一个人跟我合唱，那个人都会红。哎呦，所以讲真正也唔好使，这边我唔知啦。你讲方一平是红干，傅振华红干。哎呦，啊，足好笑就是崩水我以前无红，今麦喊我唱，那都红底。哎呦，你今麦哇，我就小甜甜呢，方小甜甜，再来跟方月，还跟方小甜甜。无怪啊，你啊，小可挖掉一朵，小可变红。无怪我愈看你愈越来越像胡瓜，怎么？那小可不行。那个面膜啊，那个发痕，那个长得，有人我咧讲啊，有当时啊，那幼稚的刚看到胡瓜底下唱，那胡瓜也真好唱，我看，哦，是不是？那是啦，是，我咧行咧啦，我就一挂这胡瓜，哦，冇有人看唔到啊，瓜哥的这个弄啊，签名，瓜哥，结果我讲啊，都糊你啊，懂你糊你，够实，那你自己呢？觉得啊，我这里身功哦。那伊就像内向型的，啊比较较平常些，唔捌你外口啰啰嗦，啊话嘛无啥样讲迄种。哈哈哈！唔捌外口啰嗦，不时就找无人安尼啦。
我哪有咧？不是你找我。我曾经有一个做，爱家叫伊讲一间。哦，人家当作讲是谢嘞，谢嘞。哎，有影，我拄则想要讲啦，我来讲小可有成谢。我讲卖安尼啦，谢嘞，即谢做只缘投，搁只呢，和蔼和亲一个前辈，啊，我这个人哪有成？冇结结嘛，有角度可能就是。没有，其实新鲜歌嘛，新鲜歌嘛，未歹啊，对不对？未歹。哈哈哈哈哈。说到歌曲，我看每次到了高音的部分都是那么弹头一样。你唱主旋律，差回音，可是你在唱下管了，一下下管了。所以一进了刮弦，干嘛赶快？我也是高音的，所以我当时要砸破的刮，他们也唱去。哦，你那讲起刮，就收到一个啦。嗯，咱台语一个刮歌赋，歌赋刮。迄个白冰冰，伊曾经甲我讲过，哦，高音有你这款声音足清的，啊悬，台语讲我要自己吹，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讲，我哪有法度比你真好笑的老前辈，迄个老前辈歌。我知道，今日刚听了一条歌，选了一首歌是彭顺，我需要讲歌呀。不是安尼啦，爱个小甜甜。哦，小甜甜啊，我做歌大，表现一下艺人舞台顶的形象。哦，据我知道，他停了很久了嘛。就是一个唱一首歌了，都停下了。什么停了很久？什么台？一打过嘛，有去咧去唱歌咧哦。啊，小甜甜哦，啊也好了，停了也蛮清爽的啦。对呀。每个月都不用过端午节了。你们八掌。跟八掌啥关系？你们听几条歌？所以过了八掌我就想到说了这个乐事，这也不是什么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这个时代大家都聊聊，中国大陆那就是怎么讲，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说，还有你要是常常每天洗洗下身了，邻居还会讲话，这个东西自己的有什么好洗啊，他们是这样子，这个是九九一个月洗个一次就好了，就是自己东西才要洗啊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就穿那种那跟他黑老师讲跟他麻布袋那种短短那样，据说是这样子的。现在可能又改进了，之前是这样，啊，几个月来啊，熊就买七八缸，单起，搁打，明仔载搁打，搁打。可咱才是查甫，你奈突然间讲就走人诶？就听说就是这样，所以真管见人，干的湿湿的干，啊都愈来愈高嘞。所以那个天呐是阴天的时候就，对啊，那火山吧凉凉的时阵，空气中有点水分，因为胆软，搭了搁打，一条愈来愈高嘛，哇。算龟，现说起来算顶快快，后来有的人把它剪下来做纪念，那个是很不容易。贴膜后算那个油掉来的，后来就发明了牛舌饼。刮下本分，我该赶快。刚才看你唱歌的时候，高音的部分都丢给他，哇！所以我们这个高音的部分，我看你是不是有相同的这个作用？我的歌曲又是男女的歌，我都可以唱。你看我画的话，你比我厉害。哇！啊，就这样讲哦，男孩子唱歌唱高音的时候，吼，王杰拢第一名呢。其实，顶多咱别样讲王杰呢。是是是。哎呦，但是唱歌他真好用。哎呀哎呀，伊的鼻音阁真重。啊，会诶，小可爱奶啊，是早人的歌曲，你也唱。拢我都唱。对对对。这首歌是谁的歌？啊，都小甜甜彭水我啊。哦，彭水我小甜甜啊。这个话好讲未下。啊，都已经甜。诶，我系讲，我定来甜过来。我定来出去外口还没做秀时，阿妈讲叫安尼啦，你都知年纪今年才二十桶啊吼，你咪讲叫十几岁做因啦。你是年初哦，二十桶。无啦，二十桶啊啦，阿妈赶快讲当做是十几岁，我们是小甜甜。哦，但是这个小甜甜已经不容易了。方女儿，有时候看她站在台上，嚯，身材。贴给保养啊，什么？很像少女啊，那吼。我曾经跟合唱一个英文祝福你的时阵吼，我跟他有对唱过，对唱在我的专辑里面。哎，偌贵呢？请他唱一首歌300,000呢。啊！录音室现在科技那么好，他只唱那个，啊那个街啊，那个道道啊，那呢？硅谷啊，那里啊，那个300,000啊。哎呦，是不？就是不，他的声音很棒。我老公头家真有爱心，是讲迄歌喉吼，哦，咱来个尊敬啊。哦，买施肥一下啊。对对。但是那个不一样，就是说你既然对买阿补一样对吧？当然最主要是尊重他那个，可能那个歌来他唱的话就是不一样。